位于泰国南部安达曼海上的甘岛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天堂。这个美丽的岛屿以其壮观的海滩、细腻的沙滩和丰富的水上活动而闻名于世界。甘岛拥有许多美丽的海滩，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，适合游泳、晒太阳和进行各种水上运动。在甘岛上，你可以体验到各种水上活动，包括浮潜和潜水，这些活动将让你惊叹于大海中的奇妙生物和令人惊叹的珊瑚礁。甘岛还有许多美丽的景点，这些景点展示了泰国的历史和文化，使游客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。甘岛的美食也让人难以忘怀，这里有各种当地美食，这些美食将满足你的味蕾。如果你想去泰国旅游，一定要去甘岛，体验一下这里的美丽和宁静。好了，记得关注，下次带你们去更好玩的地方。小玩熊旅行，定制您的私人自由行。